小玉，你可真够慢的，都等你呢。剧本拿了吗？拿了。下面请欣赏清正组给您带来的小品《看病》，表演者玉宁心、杨建心，友情客串王东。二叔，您要坚持住。来，快坐。您快看一眼，我二叔他疼，疼了好几天了。你哪儿疼？大夫，我肚子疼。哪儿疼？我肚子疼。没有什么事儿，只是阑尾炎。手术只需要两天就可以出院啊！两天？这不可能！我二姨胆结石，在医院一住就是七天。我们清正组是医院刚成立的组，它专门治阑尾炎、胆囊炎等微创手术，只需两天就可以出院回家。可是我必须要住十天。我二叔是高干，他一定要住高干病房，五天以上才给报销啊。这都不是事儿，我们组已经向国家申请了，你们这样的门诊检查手术也是可以报销的。啊，你们是什么组？我们是清正组。清正组。自从医院有了清正组，像那些微创手术、小手术到医院你就看，小病两到三天肯定让你出院。清正组是多么方便呀！希望都来清正组看病。清正组是所有患者的福音，两天到三天全部看好。清正组真好。大夫，大夫，大夫，疼了，您快给他看看吧。他只是得了胆囊炎，不用住院，手术后就可以回家。不用住院还能做手术？嗯，大夫，那谁给他主刀呢？我。不要看我年轻，但是我很有经验。这是我近三天做的15例手术，
非常成功，没有失误。不会耽误孩子高考吧？不会，请您相信我，相信我们。你们是什么族？我们是清正族。有了清正族，真是太好了！这个剧本是谁写的？院长，剧本是我写的，可以拿第一吧？可以，倒数第一。啊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接电话。你等等，演得很好，但是咱们这个，那对于这个清正组的表现啊，大家还是要稍微再收一收。因为毕竟可能还有其他的患者呀、病人来看，咱在这个基础上再改改。好不好？哎呀，老华，我当初就跟你说过，根本不用种四胎。你非要贪那点钱，听那对狗屁不懂的夫妻的。如果存活了，一定要减胎。你当初收钱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我？现在找我来了？李主任，哎啊，听说你们普外弄了个小品参加中秋晚会，连林院长都拉下水了。哟，这都传出来了。就我们组那90后啊，想出这种古灵精怪的主意。谁？小玉。哦哦哦，他想用这种方法给病人和家属讲解清正组的概念。这不，连我老婆都要被拉来客串了。啊。拿这么多东西呢？还有一袋。走。谢谢啊。哎，开始多久了？大家都在等你啊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。那你们还没开始排练呢？没有啊，没买点饮料什么的。哎，我拿不动。哎，你们没饮料啊？有。楼上有水，有茶，你想喝什么我们就给你泡。我就算了吧，你们喝吧。来来来，别光顾着吃，咱们大家一块干一下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谁呀你？我们第一院同事聚会，你跑这干嘛？蹭吃蹭喝呀？要不怎么说别人林远当院长呢？要不怎么说林远对我好呢？我又去了温宁了，吃饭还叫着我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干杯干杯！来来来，干一杯！来。嗯，其实要我说呀，我们这么多年老同学了，就应该每年都聚一次。我觉得这事靠谱，咱们最好一个月来一次，好不好？行，谁官大谁买单啊！哎，对了，林远，嗯，前两天我做梦梦着你了，你放心啊。绝对不是春梦了我梦着你俩生了一个儿子，长得那个瘦啊，猴精猴精的，跟林远小时候特别像你怎么那么讨厌呢？你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哎，我不是乌鸦嘴啊，你说你们俩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不抓点紧，回头哪天真尿不了了，试管啊多痛苦啊。是什么管啊，直接找人代孕呢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刚到温宁就让妇产科抓去会诊了，有个女孩替别人代孕4胞胎。四胞胎？嗯，这国家305申禁止代孕，你们那妇产科胆子可真够大的。按说这温宁医院也是属于私立医院里面最顶尖的了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？你以为所有的院长都跟你一样严肃啊？这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
要怎么说叫做私立医院呢？行了行了，咱吃饭啊，不谈工作，来第二杯，快，不点名啊。来来来。何大夫怎么样？他还能再坚持吗？都八个多月了，再坚持两周。哎呀，我早就想给你减胎，你非得四个多药，现在，哎呀，可能一个都保不住了。关键就是大人太严重了，如果出人命的话，咱们都要负责任的。一个都不减，这事儿他当初是答应的。再说了，这四个孩子赚足了他一辈子花的，最后您不也是答应了吗？我们可是给了钱的，定金他都收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打个电话解决这问题啊。跟我想的差不多吧。我已经反复实验了六次，但我还是不觉得是实验设计的问题。是不是更改一下营养液的配方啊？咱们这项目虽然碰到点困难，但是总体进度是不错的，不算拖延。你已经连续六个周末都在实验室过的吧？反正我也一个人，除了工作之外，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。哦，对了，住院日项目的事情也就不用管了，让秦少白他们找几个人接过去算了。普外已经取得了卫生部认可的项目，我们和心内做的再好，也就是照搬嘛。这毕竟是院长交代下来的任务，他很重视。所以我觉得，既然我接下来了，就不要再推出去了吧。我接个电话。哦。喂，刘大夫，这个四胞胎的小女儿快不行了，你过来看一看吧。当初就跟你们说过，这么年轻的代孕妈妈不用种四胎，你们不听，现在出事讲起我来了。老刘啊，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这病号是你答应下来的，可是咱们第二次复诊的时候啊，你突然说要回老家，人就不见了。我该说的已经说了，该做的也做了，减肥这么简单的事情还有我在场吗？你脑袋进水了？哎呀，这你怎么能怨我呢？是不是这家属要求这个不让减胎的吗？你少跟我提家属，你收家属钱的时候怎么想起我来？就算是我的错了，咱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步，怎么也得想个办法吧。再说这事闹大的话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你要想不出事儿，要想保住你的位置，就要把这个事情控制在你们温宁医院。就算人死了，也要死得安安静静，悄无声息。这。什么这个那个的，就这么办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。那。韦大夫，这四胞胎的小女孩状况不好。你赶紧过来看一看吧。嗯，行，我知道。你把他的肝指标跟我说一下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得，刚才说的那个代孕女孩可能有麻烦了，弄不好是肠梗阻，可能需要手术。手术不难做，但我告诉你，千万注意血压，这种情况就怕出现器官衰竭。我明白，可我担心的是温宁医院的综合抢救能力可能不够，我想把病人放到咱们第一医院。如果合乎程序的话，我也没理由拒绝。那快走吧。行，好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咱们下个月继续啊。小孙，立即送抢救室，手术减胎，快去。不能减，快出人命了啊。妈，等我们单位节目完了以后，我就回去。我带许南一块回来啊。
你别带他回来，我们想见他。哎，这不过节吗？我上回没办结婚仪式这事儿，不是也跟你解释很清楚了吗？你就是太喜欢他了，你怎么也不问问他为什么不回？就领证了，你对婚姻太不严肃了吧？你在背后查我？我是你妈，你背着我娶回一个人来，我还不能查查呀？你知道人背后都说了你些什么？别人说什么你也信啊？你是信别人的还是信你儿子的？你知道他都做了些什么？你了解他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娶谁都不能娶他。喂，喂，来来来，来老黄，咱们再喝一杯。哎，来来，又是你同事老婆。正常怀孕，正常产检呗，哪那么多事儿？好好说。嗯。啊，那个我星期六肯定不在单位啊，你去抽血去了，扎了你好多针啊。那他肯定是需要你那么多血才抽那么多管啊，你先抽着啊，我这边还有点事儿。烦不烦人呢？少白，这是说咱们医院啊？啊。你们科那个负压采血管还没换吗？去年是送来一批试用的，后来就没下文了。价格不合适吧？不可能啊，他们公司给咱们价格很低，而且我已经把大部分的医保也都纳进去了。那就是回扣给的太少了。你说，你们科也没换？我们科换了。什么时候换的？嗯，一个月前吧。一个月之前换的。对啊，我记得那天我们新来的小护士，她还被家属给骂了呢，说把孩子都扎成窟窿了。不过这也没什么办法，孩子需要检查的项目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当时我还说呢，这个负压采血管啊，就应该早点给我们儿科配上，要不然这家长不都给疯了啊。不过当时护士长跟我说，说已经进了，过几天就用，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就用上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严护士长知道你问这事儿了，所以才给换的？嗯。你确定不是半年前？我很确定是一个月前，我还没老到这种地步。我告诉你们，咱们这个负压采血管，半年前就批下来了，而且是我亲眼盯着班宁的库房，所以说你们各个科室早就应该配备上。这个老金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这样，你们先吃吧，我回去一趟。哎，干嘛呀？不就晚了几个月吗？你又回去兴师问罪去啊？晚了几个月，问题还不大啊。老黄，哎，你们先喝着，我失陪啊。哎。今天早点来我们医院吧，还能帮我们同事再多排练一次。那我晚上穿什么衣服比较合适啊？哦，我妈今天单位有点事儿，她回基地了。改天吧，一会儿排练完了，我带你去吃。小瑞，是不是你妈妈？别多想了，我不胡思乱想。晚上见。嗯，晚上见。慌什么？啊？不就是个代孕的农村妇女吗？她既然能够为钱出卖肚子，还有什么事情用钱搞不定啊？器官衰竭。哎呀，她家里反正也没什么人了，死了就死了吧。你连钱不都省了吗？妊高症并发肾衰，死了不是很正常吗？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，梅大夫，这手术方案，尽量给病人降压，
纠正休克以后应该可以进行手术。但是以我的经验呢，病人90%的情况存在肠坏死。可是他现在的心脏功能……哎呀，手术本身并不复杂，也就是一个四胞胎的剖腹产，只要在手术过程当中控制住血压，防止因为突然减距造成的情况，接下来就是切除坏死的肠道，这个就简单了，但是需要麻醉科和心内科的配合，防止在手术过程当中引起心血管的疾病，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多科室的联合抢救。那以咱们医院现在的条件，所以我建议，申请由第一医院接手这个重危病人。张副院长，我觉得在自己本院做更好一些。华主任说的对，韦大夫，咱们医院的设备是一流的。华大夫，四胞胎的剖腹产手术，加上手术中极有可能出现的心血管疾病，你有把握吗？什么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以为温宁就你一个牛人呢？我是不是牛人没关系，我挂牌的手术，我负责，出了事儿我自己承担，我不会到处搬救兵，出了事儿连屁股都擦不干净。哎，韦大夫你，韦大夫，咱们是一个团队，医院的利益，这样，我们跟家属商量商量，咱们医院呢尽全力抢救，但是如果患者的情况不允许手术，咱们也不能让患者死在手术台上，咱们还是应该把团队精神放在首位。我不是病人的首诊代表，也不是他的主治医生。如果你们只是想征求我的意见，那我告诉你们，病人的身体状况可以手术，也必须进行手术。前提条件是在一家联合抢救能力条件允许的医院进行。我说完了。张副院长，这怎么办呢？别慌。大夫，我孙女她怎么了？您是哪位病人的家属？我就是里边那秀秀她奶奶。大夫，我孙女才22岁，她本来呀是上新成年大学的，这几年呀一直给我跟她妹妹寄钱，我还跟她说，你这个大学念的不交学费不说，怎么还能给我们钱呢？她跟我说，她说奶奶心肠好，工作机会多，能赚钱，还让我别担心，让我把钱呀攒起来，以后留着自己看眼睛。哎，可这小半年了，他都没有消息，可把我给急死了。我就找人打听到他考的那个大学，可人家怎么说他第一年来了就三门不及格，辍学了呢？丹娘，其实这事儿你不要全怪他，他能走出农村成为一个大学生，已经非常优秀了。可能他是出于惦记家里，所以总想着打工，才没有好好的读书。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，当年我比较运气，遇到了一个好老师。他辍学呀，我不怪他，可他现在怎么还怀了别人的孩子呢？他娘，您别着急，关于怀孕的事儿，以后会有人跟你慢慢解释的。只是目前的状况，您的孙女儿生命垂危，必须要进行截住妊娠和切除坏死肠道的手术。可是这样的手术，必须在综合条件更好的医院进行。你说要切她啥？大妈，我是您孙女儿的主治医生，她是那个会诊大夫，您听我给你解释啊。没什么好解释的啊。小姑娘，你把老奶奶扶到前面去，尽量用大白话告诉她她孙女现在的情况啊。大娘，您跟她去，没事的啊。去吧。韦大夫，你才来几天呢？你没有权利做出这样决定。我这个人自由散漫惯了，该管的事儿我也管，不该管的事儿我照管。要不然，我凭什么从第一医院调到你们温宁来？不错，你们刚才说的很好，团队精神非常重要。可我记得我的老师在医学院是这么教我的：作为一个医生，永远最重要的就是竭尽全力挽救生命。
院长。院长好。院长，院长。院长，院长。负压采血管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？你协助老金工作有一年的时间了吧？别告诉我他对负压采血管的事情你一点都不知道。你是说有的科室没有更换采血管的问题吧？那是因为各科室存储的传统采血管数量不同。你少跟我装糊涂。在决定进多少采血管的时候，你给过我一个详细报告，这个数量我们是统计过的，而这个数字我不会忘记，我相信你也不会忘记。而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，不是有的科室没有更换，而是像儿科这种需要全面更换的科室，也是在一个月前才刚刚换掉。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情呢，一直是由金院长和采购科科长负责，只有他们签字才能决定。李瑞，你不用继续敷衍我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事情究竟怎么回事，我心里有数。我现在就想问你两个问题，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我。你问。第一，这件事情你早就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不信经过你手处理的事情，你会做的这么不明不白。而采血管的厂家，也不可能不对你们进行贿赂。这次他们拿什么数字跟你谈呢？十万。你知道，这个项目上没有什么利润。采血管的厂长跟金副院长是老同学，15年前，他因为主治考试没有过，就下海经商了。至于最后，这件事情拍板决定，凭的是金副院长拿的回扣，还是两个人的老交情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好，那么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你的原则呢？为什么你明明知道却选择装聋作哑？林院长，在拿回扣这件事情上，你对下面一直没有管到位，一直没有掐得很死。你一再要求的是不能影响临床安全，这是底线。这件事情影响临床安全了吗？负压采血管什么时候换？哪个科室换？这在所有的医院都不同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装聋作哑是因为我？你是在告诉我是我让你放弃了你的原则，是吗？我不知道你生气在哪儿，为什么生气？是因为金院长没有严于律己，还是他没有告诉你，还是我没有告诉你？这个度把握在你手里，所有医院的规矩都是你一个人定，只有你才能决定。别人怎么遵守，如何遵守？真不知道你生的什么气。小王啊，注意安全啊！哎，好嘞，放心吧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哎，好嘞，来，就这样吧。你们几个把这个放高点，再高一点，都注意点啊。地滑，留神，刚拖过。好，谢谢金副院长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你松手！这种琐事还用您在这盯着？等弄好了，我找您来验收不就完了吗？我也不会给人开刀，我不干这个事儿，干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瞧您说的，这管业务的副院长哪件事不重要啊？你看，合作医院都开张了，马上就要筹建生殖中心和移植中心了，够您累的了啊！业务，我连决定个记者采访谁都决定不了，什么业务？这，咱们承办的几个中心，是我这个业务副院长管。是，现在多了个李瑞李助理，知道吗？哎，我知道，李瑞能干呢，他给您帮忙，您能省多少心呢？没错，
我也这么想。哎，老姜的事儿你知道吗？哎呦，这事儿我可不知道。当年老姜做了个手术。哦，咱们哪说哪了啊？哎呀，你说说老姜。老姜当年做了个手术，老姜主刀，李瑞是助理，李助理，凌远是病区主任啊。凌远跑到手术室门口看了两眼，进去了，宣布了个决定，李瑞负责那个手术。接下来他的医嘱没有下给老姜，下给李瑞了。老姜不是在看着吗？哦，李瑞可是老姜多年的学生啊。哦，哎，好嘞，行。哎哎哎，该拿拿。哎，我凭良心办事儿，只要凌远还给我面子。嗨，花儿拿过来，搁那边去啊。好嘞好嘞。金副院长，瞧您说的，这个医院呢可离不开您。好，来，大伙儿这边都注意安全啊。哎，知道了。哎，刘晨别让灯给烤着了。哎，都小心点啊。哈哈，真不错，院庆还没有忘了我这早就脱离临床的老家伙。您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又有什么人把状告到您那儿去了？怎么，心虚了？你呀，一贯就是看老的不顺眼。老主任走，李瑞代替科主任就罢了，你又让李瑞做业务副院长的助理。你说，这个副院长什么时候有过助理啊？这分明是对金副院长的不满。老金已经做了5年的副院长了，打你上任以后。他也一直勤勤恳恳。陈局长，现在医疗系统的问题，真不是说光勤勤恳恳、中规中矩就能当一个合格的副院长。况且中规中矩这个事儿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但是你从临床裁下了一批文革期间读大学的大夫，让他们去做行政、后勤。这已经在系统内闹得沸沸扬扬了。是，你可以拿国家规范化考试做理由，他们的确在临床上差了点儿。但是你现在要动副院长这一层，凌远啊，我也没想大动。再说，老金毕竟和别人还是不一样，合作的一直不错不说，他还给我上过课。只是半年前呢，我们这个移植中心、生殖中心、眼科中心前后筹建。坦白的讲，老金的能力和精力，真的已经不能独当一面。再说，我也不可能事事都过问，所以只能给他安排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副手。李主任，韦大夫电话。喂，有个病人要回来做。我后面有手术安排，那跟秦大夫和林大夫说一下吧。嗯，我好紧张啊！谢谢喂，三牛，什么？有病人过来，是那次胞胎那个吗？好，我马上到。行啊，那你把之前胎儿照顾的所有 B 超都给我传过来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孕妇的血压监测表给我啊。嗯。听说，如果他们两个确定能来，我一会儿就给你做入手。刚才我跟各科室的人都打好招呼了，人一到马上做检查。
么样？可以了。纱布。好吧，您先坐会儿，我会尽力的。好朋友，好好陪着啊！来，去坐。好嘞，行。来，千万别哭啊！好，谢谢。别着急啊。金大夫，血压70/40，持续下降。少白。血管增生严重，不管横切纵切，都有可能大出血。秦大夫，如果无法避免碰到增生血管，您需要多久？全程35分钟。这不可能。止血加去胎，不能少于30分钟。还是切除子宫吧。现在的问题不只是大出血，你看他被子宫压迫坏死的肠管，一定存在着中毒性休克。子宫，止血线。给他倒杯水，扶他到边上休息一下。好的。谢谢。少白，少白，怎么样了？马上。准备吻合。什么？病人送我们医院来了，做手术。哎呀，你们这些蠢货，有10000种解决办法，你们非要谁做不了韦天书的主？你们这简直是太愚蠢了！你，哎，我怎么当初答应跟你合作呢？闯出了私立医院，违规给人代孕就不说了，四胎都不肯减胎，就算人家亲戚愿意，这女的也同意。这医生就能混到这种地步，真该好好整治整治了。你以为就私立医院有这种事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没有证据的事儿，我不能瞎说。这肯定跟咱们妇产科的人有关系，而且关系还不小呢。你也听到风声了，老金，这次他妈的绑一块儿，谁也跑不了。是啊。哎，你刚才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随便瞎聊吧。你说谁呢？真没事，没事。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跟我没关系了，那不都是姓刘？咱能不能别瞎说？没证据。
您到底这说谁呢？到底你们主任刘茂然？别，那只是我的猜测，咱没证据，我不能随便诬陷人。怎么没有证据啊？刘茂然到底怎么了？我今天亲耳听到他在打电话，不就是借个肚子生孩子吗？一切都可以拿钱摆平啊，人死了怎么样？更好啊，钱不用给了。刚开始我以为他是无视患者的生命，我没闹明白，现在我全闹明白了，等于他现在是在做违法的事情，违法代孕。病人情况怎么样？目前稳定了，能不能过来要看肝肾功能，只不过子宫切除了，以后永远不能要孩子。小瑞天叔，病人先送到病房，因为先别急着跟病人家属交代，让我跟温宁的华主任、张副院长聊几句再说。聊什么呀？聊手术细节呀？手术细节不能说，主要先沟通一下。你也知道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明摆着就是两个医院的医生联合在一起做违法代孕的事情吗？这是违法行为。